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晶，欢迎收看今日新的十一月二五公视台记台的播新闻。男生来关心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上无咱国会当先买到460,000吨武汉肺炎的预防针，紧接明年春天就通开始做。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去年南方澳大桥断轨的报告，表示过去检查保养拢无彻底，才会造成悲剧。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Joe Biden 昨宣布，未来伊所要任用外交部门和国家安全系统一级首长的名单。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五个对印尼和菲律宾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外国劳工。啊，目前国内计共是624病例。另外，12月开始要限制倒转来台湾的国民，拢都要先交出3天来验无病毒的报告，即阵进展。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也有上最新的说明。那就我们宣布有5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有3例为印尼籍的女性，那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那另外2例623、624皆为菲律宾籍，那分别是20多岁女性及30多岁的男性，要回来要有 PCR， 就全部的人都要 PCR 阴性，3天内的阴性的检验的报告，都有一些疑虑跟讨论，是不是有到过度限制到人民的迁徙的自由，有一个范围，并不是这无限制的一个时间，所以是整个秋冬专案是从12月1日起到2月28日。那目的呢，当然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一个是移动的风险，一个是医疗量能的负荷，那基于这两个保护台湾的一个本土的一个疫情的安全所做的一个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透露说，上无咱国会当先对 COVAX， 就是全世界武汉肺炎预防针交流买卖这个系统，买到460,000吨预防针，紧接明年春天就通开始做，目标望讲拢总会当吸3,000,000吨入来。当然，另外阁有直接和外国各大药厂接洽，包含国产预防针的开发，3项工作会做伙行。都因为咱国民众关心新冠疫苗什么时阵买到，什么时阵会当全民做的问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咱国至少会当为 COVAX 平台出资460,000剂的新冠疫苗货量。那讲 COVAX 遵守约定，有希望伫明年第一季就开始做，目标是3,000,000剂。反正你跟厂商买是最直接、最保险的。你跟 COVAX 拿的话呢，就是。是比较间接，因为 COVAX 是二手转的嘛，那只要有把握从 COVAX 可以拿到足够的量，那也是可以的，因为 COVAX 会比较便宜。台湾的疫苗采购站透过 COVAX 平台，以及甲药厂直接对接，争取 BNT 加牛津疫苗。专家建议政府应该提出好的计划，尽量争取，也强调，因为欧美国家会甲药厂直接争取，疫苗覆盖率会较早达成。欧美会先达到群体免疫。因为他们会先打疫苗，而且会他们的覆盖率会比较高。那其他的第三世界或者是亚洲呢，可能就会比较慢。每个国家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看你这个国家去买疫苗的积极度了。有专家认为，到时阵全球大规模做疫苗了后，一旦传出各种医术不良的反应，将会影响咱国民众做疫苗意愿。就好像说，我们今年出现说。那个韩国打流感疫苗有死亡的事件，那其实跟流感疫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可是这种新闻效益使得说，我们现在的流感疫苗接种率就逐步的下滑。专家强调，疫苗带来的群体免疫，才会当避免大流行。就算是每一个人拢做，无代表所有人拢受到保护。要么民众对疫苗有疑虑是正常的。未来大规模开始做，一定要经过专家审慎的评估，确定安全了后才会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台中市教育局已经制定出学生的营养午餐绝对袂当检验出正肉精的要求，便若查到一摆，就要结束契约，也嘛会随公布黑名单，要求学校另立招标，袂当搁再接纳迄间厂商。目前台中市各学校的家长会也已经串联，若真然发生这款情形，一定会做伙抵制。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了后，合同的时间守会条吗？24日在台中市议会，台中市长罗秀恩向中央来发声，拒绝内地进口。
进口美国莱猪这样的一个政策应该暂缓。台中市教育局长也宣誓，校园内地林检处的立场，十二月十五号进前要求所管辖的学校团散的费用也要重新来预约，标明内地林检处同时也定出加严的标准，只要查出了马上就终止合约，公布黑名单，要求日后不能够进入招标的名单。被查到的话，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记二十点，同时呢就终止契约，然后公布名单。他有这样的不良的记录，我们认为在学校的评选上面就应该特别的加以注意。各个学校针对食材部分，透过营养师跟中道等的必须进行生产过程的双重把关，家长嘛肯定这款的做法。同时，台中市的各学校家长会嘛串联，若是无守规矩的工产业者，使用着来滴，嘛用团结的力量，回来离开这个市场。那我们这边家长就是负责，就是监督学校，然后也监督厂商，然后不定期的去抽检。这个学校的家长会的会长也都有串联，所以当有一家厂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相信我们台中市的家长会是非常团结，就会把这个厂商给踢出去。台中市各有个标识，校园的团散应受到来地零检出。厂商如果冒险用了来地作为食材，除了无法到伫台中市校园团散市场生存内。另外，哪个学校有定定违规纪念的罚款规范呢？卖被领着金字面顶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本地十二月初要带团来台湾访问，美国联邦政府的环保署长才宣布行程会先取消。早起，咱的外交报告消息部长也证实讲，代志确实有变动，咱这边也真惋惜。当然，另一定会继续和美国政府同齐推动环保的议题，脚步绝对袂动点。美国环保署长惠勒原本定在十二月初要带团访问台湾，推动海洋合作保护等等的议题。不过，如果说向宣布行程的延期，彭博社报道讲，因为在川普政府任期的末期，考虑到麦克开这条钱再来促销。就是因为行程改变的因素，美国的环保署长惠勒先生他在年底之前没有办法到台湾来。那对这件事情，我们外交部是感到非常的惋惜。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国际环保的合作和美国的政府继续来合作。那这个事情是不会停下来的。针对惠勒取消来拜访台湾，总统府嘛表示尊重，不过感觉真可惜。台北两个国站级甲国领袖互动交流，嘛是双方持续共同拍拼的目标。日日暗时会有一只美军所属的挽留专机来台湾，日时暗时会离开台湾。传出讲是美国海军印太情报总指挥官来台湾视察情报资产，不过拢无得到证实。昨天离开，可能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画面哈。那这件事情基于台美之间的这个互信，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外面做任何的这个表述，或者是做任何的评论。包括总统府、外交部、甲国防部拢无证实这座行程，而且并无评论。不过，美国高阶官员最近几啊个月相连续访问台湾，台美交流密切，也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搁一再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美台军事的联络，而且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的告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八月，一个捌踮台湾师范大学教过课的习近平教授，伫中国国内汹汹失踪。到到今年十月十三，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才报道讲，习近平就是去台湾的国安局指示做间谍，收集情报。今日早起，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也宣布，习教授已经判决适当的有期徒刑。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早起伫咧记者会现场正式判刑这条代。照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习教授对公元2005年到2018年这中间，经过刺探、买收种种的手段，摕到“一带一路”甲中国伫亚太地区的战略遮个资料的内容，啊嘛对台湾的国安局拢总签过160多万间谍的经费。再来讲，早起台北市瓜分特市长宣布，大同区的明伦社会主体即时要开放市民申请税去住。总是这搭建筑是伊任内头一片一手推动落成的社会主体，伊也讲真有信心。啊，讲到台北捷运公司去冒台中捷运线，才打建设好，气运转就发生问题。瓜市长也表示，一定负责大地。
明伦社区虽要开放申请，这是台北市长郭文泰第一任期内底头一个为规划设计到完工出租的社会主体，对伊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嘛感觉骄傲。但是台北这文泰台中区的头一条这文线，因为接连去登去无法度营运，伊要向台北市政府追究责任，郭文泰承诺讲会完全负责。因为这次出的那个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川崎他们也在说这个怪怪的，他们也没有遇到过，所以我现在在调查，看到底怎是问题是怎样。不过这样的哦，这是我们替台中市政府盖的嘛，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台中这温气因为六天个话题，让台中市长卢秀燕被因的市议员质疑，对出光幕体感觉真实嘞。不过面对内地的记者，卫福部对敢是要去美国查厂态度无同款。行政院长苏贞昌佫讲，疫情过了后一定会去查。光幕体是趁这个机会呼吁苏贞昌，敢是爱等到疫情过了后才佫进口内地。等疫情过后，我们再去查厂，那我们就一定会有人回答说，那等疫情过后再进口。对了，也不那么急嘛，我们没有那个来住也过了几十年，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干脆就呼吁苏贞昌嘛。那既然有疫情过后再去查厂，那就等疫情过后再进口就好了。对国民党要发威，每年都要实施发放结婚奖励政策，煞乎主计处说明讲无编列相关的预算。国民党是解释讲，奖金只是计划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关心国际，来讲美国总统的当选人 Joe Biden 昨宣布未来伊所要任用外交部门和国家安全系统一级首长的名单。哎呀，讲美国已经准备好势，要搁再一摆伫全世界扮演领导的角色。另外，国内每一日国家情报的办公室也同款的提供一份总统咧看的简报，和 Joe Biden 参考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二五公开伊的外交甲国安团队，伊表示明年一月份上任了后，美国已经准备好要伫咧全球各级界来担任领导角色，而且保证会加强美国民邦之间的合作。It's a team that will keep our country and our people safe and secure. And it's a team that reflects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back, ready to lead the world, not retreat from it.拜登团队差不多是全部拢用奥巴马时期的人，目前已经任命布林肯做国务卿，苏利文是白宫国安顾问，费尔鲁森、格林菲德是驻联合国大使，前国土安全部副部长马约卡斯是国土安全部长，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海恩斯是国家情报总监，前国务卿凯瑞是该去做总统气候变迁特使。We can't solve all of the world's problems alone. We need to be work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We need their cooperation.My fellow career diplomats and public servants around the world, I want to say to you, America is back. Multilateralism is back. Diplomacy is back. My father and mother brought me to this country to escape communism. They cherished our democracy and were intensely proud to become United States citizens. You know that I have never shied away fro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And that will be my charge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对联邦总部署承认拜登胜选，白宫二十嘛正式批准拜登接受总统的每日简报。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会提供拜登每日简报，协助政府过渡小组的交接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刚才讲美国的纽约州过去三礼拜内大院的病人加一倍出来，州长当嘛提醒讲，感恩节和圣诞节随着要到，民众出门出院一定要挂好掉。上届不幸就是纽约的日落公园内底，一卡一卡的冷冻火柜，内底拢是身份不明，也是亲人无力通收埋，迄个染着武汉肺炎来过往的人数。真侪大型冷冻火柜都停伫美国纽约市的日落公园，内底放的拢是纽约新冠肺炎确诊的死者，大量的尸体因为无法度即时处理，干来当暂时放伫遮。自今年四月份以来，纽约市为着要解决殡仪馆太平间无够的问题，市府说暂时的救灾太平间第一个冷冻火柜停的地点就是日落公园。上这时阵保存要700的信息。Close your window, sir. Close your window. Left side, left side, left side.汽车伫咧快速检测站头前排队，这是纽约州的史坦顿岛。因为确诊数量快速增加，市府会对史坦顿岛实施更加严格防疫措施。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Staten Island.And I know Staten Island went through so much in the spring. We've got to be very careful this time to make sure the Staten Islanders get what they need.
美国累计确诊超过1240万例，超过25万人罹病死亡。纽约州过去三礼拜断疫率是增加128%，因为感染者甲亚当者特别来呀，嘛烦恼讲疫情清关。纽约州长古莫挂特别做个嘴安，呼吁大家爱甲嘴安挂好，唔通甲感染者回家有同款的文明。Don't be a turkey this Thanksgiving. Wear a mask. Don't be a turkey. How good looking is this mask, right?You ready? Look at that. How beautiful is that? Tell the truth. 古莫认为讲，这日的社交会致使疫情更加严重，强烈要求民众过节期间避免聚会。那无明年一月份，新冠肺炎的确诊率可能会增加到7%至10%，到时阵州政府会设更加严格封锁措施，经济嘛去受到打击。记者综合报道。啊！那法国这边，前总统麦克龙是宣布讲，因为传染症咧传已经有较少，国内封锁令会渐渐解除。过来，即拜六礼拜，多数的店头普遍得，就会当重新开业。若是经济渐渐搁较好，十二月中就会当进一步许可民众踮国内自由行耍。啊，元旦节含过年暗的活动也较袂去影响着啦。巴黎街仔路已经有真够圣诞节的气氛，不过若是等甲亲戚朋友做伙过节，会搁较好。受到疫情冲击的法国人，原本受到防疫规范的限制，不过伫个总统马克宏宣布即个拜六礼拜开始启动三大式戒毒封城之下，总算开始有过节的感觉。J'ai des attentes par rapport à ça, se retrouver en famille. Je sais qu'il y a des 法国已经封锁三礼拜，目前确诊累计有220万人，超过5万人死亡。马克宏二是伫个电视的演说当中表示。第二波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法国23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确诊是4452例，是从九月二八以来的新低。Nous pourrons alors franchir un nouveau cap. Alors, le confinement pourra être levé partout sur le territoire durant cette période. Donc, à partir du 15 décembre, un couvre-feu de 21 heures à 7 heures du matin sera mis en place. Nous pourrons circuler librement.Les soirs des 24 et 31 décembre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en famille, mais les rassemblements sur voie publique ne seront pas tolérés. Marco Hong 表示，那是十二月十五解除封城，暗时九点到过灯光早起七点的宵禁还是会实施。十二月二十的元旦暝，还佫有下年迄暝会当自由行耍，不过袂当伫个公共场所聚集。那伫一月二十之前，每一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会当控制伫个5000人以下，就会当展开第三阶段戒毒封锁。餐厅、酒吧还佫有健身房买当复业，也那宵禁买当戒毒。Car nous devons tout faire pour éviter une troisième vague. Tout faire.Pour éviter un troisième confinement. Marco Hong 表示，最近疫苗的好消息，予大家带来希望。相信伫十二月底，或者是明年一月初，就会当开始做。法国为十一月初开始，就伫第二波的封锁当中，民众干会当出门上班、买生活用品，甲去予医生看。一天运动的时间是一点钟，若是要出门，拢爱查许可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头一摆更破30000点。照看是因为总统已经开始咧交接，阿武汉肺炎预防下研究要进展，经济要复原真有希望，股票的表现才会较好。啊，川普总统也照过去的传统，特别将感恩节的典礼下面回家，啊，搁再一摆甲医护人员说道声。Corn, I hereby grant you a full pardon.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白宫主持传统的感恩节回家下面仪式，就是讲伊同意政权交接，啊，毋过无承认败选，所以伫咧下面仪式顶冠的发言嘛，互人注意。Today is my honor to present to you this year's lucky bird, corn, and just in case we needed him, Cobb. Corn and Cobb. That's not too hard to remember, is it?During this Thanksgiving, we extend our eternal gratitude to the doctors, nurses, healthcare workers, and scientists who have waged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hina virus. 就算干那环贝得到下面，啊，不过根据惯例，两只回家拢袂红太去食，棒棒的陪环贝伫咧爱荷华州立大学度过因的一生。这是川普2016年担任总统以来第四年伫咧白宫下面回家，前三届拢趁机会滚生球，去年都摕家己的单血案来提出抗议。在下面其实真正一直在北京恭喜美国头一次超过300点。I just want to congratulate everybody. The stock market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just hit 30,000, which is the highest in history. 美国收盘道琼斯454.97点，
以30,046.24收盘。根据分析，总统当选人拜登开始政权交接，政府的不确定性减少，再加上疫苗计划连续传出好消息，投资人相信明年的经济会当恢复得真紧。川普在二次的选举诉讼战又一次来失败，并就认证拜登胜选，啊，不过伊无亲嘴承认败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照美国的传统，每一年感恩节迄礼拜的拜日，总统拢会伫咧总统府白宫下面一只花鸡，啊，迄只好运的鸡啊，透世人拢袂再互人掠到顶，煮作感恩节的料理。袂输啊，哪像得到免死的金牌同款，是讲这项传统是按怎样来产生的？咱当嘛来看详细。个人啊，开开两只花鸡模样正式公开。华盛顿维拉德就这酒店拜日迎接官兵甲棒棒两只贵宾。因其中一只会伫咧当地时间拜二送去白宫玫瑰园，吃做美国总统的来宾。2020 has been a little challenge, whether it's a COVID, whether it's fires, whether it's economic turmoil. I think it's great to celebrate something that's happy. 饭店人员准备两张眠床，啊，够南美啊，甲环马食食，和环马甲棒棒困好饱了后，再个参加特赦仪式。这嘛是美国感恩节进程的重点。啊，不过这项传统其实是最近几十年才加入白宫的例行活动。根据记录，上早特赦花鸡是林肯总统，伊伫咧后生要求之下放过一只花鸡。到1870年代，农民开始送花鸡去白宫的风俗，数量增加。前总统柯立芝阁好友讲唔通阁送啊，啊唔过农民的好意是真歹拒绝。总统干奈当收来才阁下面，包括干奈迪、雷根、尼克森拢捌放生花鸡。1989年，老布什执政了后，都同波人士遐得到灵感，正式甲下面花鸡列做年度的活动。After all, this turkey represents America's 45 million.Turkeys who will begin making their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 to our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So take it easy, Turkey. We're just here to serve you. 多一只花鸡会当得到免死金牌，要经过几啊个月选择，交予小学生报名了后，才阁放去哩网络投票。票数较侪，就会当得到白宫入场的门票。因为是伫咧过节进前来举办，阁加上花鸡入去白宫本身就真趣味，当天仪式拢会请真侪媒体来采访。阁加上总统讲的话嘛真趣味，好民众增加真侪话题。Time flies, even if turkeys don't. Butter, I wish you a lot of luck, but I hereby grant you a full and complete pardon.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内一波上最新的消息：10月台湾出口贸易的总金额超过322亿美金，也是有史以来上最高的一月日。啊，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相信2%应该保得掉。啊，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10月景气的指数是保持平棒，总是因为外国传染症又搁咧传，咱国内服务业表现也受到影响，已经无通搁再压悬了。观察国内各行业的景气动向，台经已公布十月份的营业气候测验点，国内制造业101.27点，小跨增加0.81点，对冬季啊，佮对未来半年景气的看法是真乐观，已经连续第6个月是上升，创2018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啊，若是服务业嘛，继续6个月上升，转换做降价，因价格也是有小跨降，被八成的看法是维持差不多。接下来接棒的是传产，到第四季到了十月以后，已经有慢慢有所改善。今年电子业的基期是非常高的，所以展望明年上半年，反而是传产会有比较明显表现的一个机会。苏美蝶表示，后边疫情搁摊翻头，搁一届减缓全球经济恢复，啊，不过台湾出口真旺，台湾的经济成长率的表现真好。IMF 预测今年 GDP 的表现有1.91%，路透社预测台湾 GDP 有2.1%。啊，那是中国，因为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是-6.8%，但是第二季、第三季是恢复正成长。IMF 预测今年 GDP 也是会当维持正成长的1.9%。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是30年以来头一次超过中国。前就大家的预测来看。中国目前看起来大概有的人猜它是1.9，所以如果我们台湾是2的话，是不是超越它？中国的 GDP 是14兆美金，我们台湾是6000亿美金，它的0.1跟我们的0.1其实
相比的话，其实意义并不大。其实应该今年更夸口的是，台湾今年这个 1.9 或2%的成长率，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全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家是正成长的。戴建议分析，美国总统打算的不确定因素暂时消毒，啊，不过新一轮的财政纾困讨论，高达一个无实质的进展，再加上欧美疫情拓翻头，伫咧疫苗研发还未正式上市进程，全球的经济要全面恢复，也阁需要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股票上贵的公司普盛科技，之前发生一个女性的员工去学同事骗锁卡来手来，致使身心上艰苦。啊，当事人啊指控讲，公司竟然阁找理由甲伊遣散。早起劳工团体也去到普盛科技门口抗议，总是普盛这边面表示案件已经进行到离心，啊，伊要保持和对方协商，望讲赶紧化解纠纷。公司，普盛公司，马上道歉。批评企业违法，并且要求道歉。劳工团体指出，上贵公司普盛科技有一名女性员工，在公司任职22年期间，几下摆遭遇性病事件，致使身心真忝，也被医师甲劳保局鉴定是精神方面疾病。不过，伊认为公司处理无够完备，也照顾自遣，双方各上法院。对他有性骚扰的这种行为，他被认定为这个职业灾害以后呢，那公司呢认为他没有生产力了，又再度把他逐遣掉，在逐灾期间呢不得终止劳动契约。为民事判决来看，董事长在1997年到2001年任职总经理闭市期间，几下摆被当时的主管所调。1901年向公司申诉了后，董事长被转调做董事长的秘书，结果1903年又被调到回去，性平事件再度发生。1906年又向公司反映，后来这名主管被调职，即马也已经离职。董事长是被转往其他部门，也毋过想袂到，这个部门在1908年底被裁掉，董事长就安尼被辞遣，向法院提告。这个公司呢，他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要承认他的错误。你认定的幸福企业不幸福，请你后续必须要除了劳工局以外，结合你辖下其他的单位一起来协助。开过一次救济会，也召开过2次的一个调解会，也发动过2次的这个劳检哈，违反相关的性工法部分哈，我们也把他裁处10万块。新北市劳工局指出，已经针对这个案进行了解和劳检等程序，同时也呼吁雇主要尊重法院的一审判决，尽速恢复雇佣的关系。另外，普盛公司是以书面方式回应，指出公司是依照劳基法进行合法自遣，不过这个案敢是符合职灾，有待立信法院厘清，也会继续跟当事人沟通协商，希望会当量早好事件圆满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顶月日对马来西亚来的大学生不幸牺牲的案件，也引起社会纷纷的关心学校内面的安全问题。早起立信基金会这个团体就指出，事实性别平等教育法早就规定学校本地就要考虑性别平等，规划出安全行搭出入的场所。可惜是真侪学校拢无照办。我要夜行权，还我身体自主权，还我身体自主权。11月25日，国际中止妇女受暴日。24年前，女权运动工作者裴婉如被人杀害。立信基金会又一届倡议校园社区的安全，协助落实校园安全。因为卫福部统计来看，去年性侵害通报有9183件，我1300件发生伫咧校园、宿舍甲公共场所。大专以上，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他们都已经接近成人了，反而就是说，在这个的一个安全的议题上，我们觉得说，显然是还很不足。北部大专校院学生自治联合协会代表詹凯奇讲，校安的事件长期无予人重视，而且大部分学生唔知影校安通报流程甲实施的状况。呼吁各大专校院呢，应该要立即将校安流程在校务会议或是学务会议上面去进行全面的检视。性别平等教育法第6条是规定，学校应该规划建立性别平等的安全校园空间，亲像标明系统、电话。甲空间跨过去无死角，民进党立委范云讲，真明显大部分的大厦无落实。这个校园危险地图。
各位可能如果还刚毕业的，你看过吗？哦，你在学校的时候，那学校有多少年没有更新了？卖好比较造成更较大的惊吓，黄昏表示会监督教育部查核校园安全空间，办公室卖研究，若是学校无做好老师学生人身安全，应该有罚则，避免推责任。记者像新志明台北报道。搁来讲，去年十月初一，宜兰县南丰澳大桥发生断轨意外，六个讨海的外国劳工不幸过身。但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经过当月的调查，公布报告，表示桥未断轨进程，吊索都已经有四大生鲜，只剩两成的力通好慢尔。啊，过去桥道的检查保养做了拢无彻底，才会致使一站悲剧。三地模拟断轨，中线断桥过程，有关车开上大桥，来到十号吊索附近。十一号吊索新鲜的外压索无法度承受负载断去，了后小连吊索陆续断去，最后桥面崩起。联合会南澳大桥断裂重大事故报告出来，上主要原因指向事故发生之前，有四处桥面边的外压索拢已经新鲜断去，造成十号、十一、十二、十三端锚的钢绞线路就锈断了，那吊索的有效截面积只剩下22%到27%，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噪音。委员会指出，南澳大桥位置渔港出海口，属于重盐海加高湿度地区，长时间处于有盐分的积水环境，大桥防水系统早已经弱化。过去桥梁检测规范无完备，也无落实定检。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也发现，关系结构的原始文件拢已经找不到。缺的是，结构计算书，或者是施工过程中的施工图，或如果它有做一些设计变更，或施工方式的变更，或者材料的一些进出口的相关的证明，那这些是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办法取得，是因为这些资料都已经被销毁了。为了报告，如果有一些比我们更细致的部分，我们就遵照应援会的报告哈，那积极来改进。交通部表示，在断桥了后已经编列十五号的预算，针对全台较会受损的桥梁进行检测和整建，也全面立管过去无立管的桥梁。对文安会的调查报告，交通部尊重独立机构的职权，会积极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高雄市政府宣布讲，即时开始落去爱河游赏的权利要献予市民，等到现场签名登记，随时都听好免费落去水底佚佗。啊，若是讲到安全问题，市府的观光局也表示，过来不时拢会有救生人员伫咧岸边巡视，啊嘛要求有到店的游览船爱优先礼让单纯伫咧耍水的民众。铁人三项游泳渡过爱河，也是过船啊，这是过去亲近爱河的方式。但是嘛，拢必须要通过申请。高雄市决定讲要把爱河的使用权献给民众，从即马开始，干那需要扫 QR code。有只水上运动的瀑布，向观光局申请实名登记了后，都无限制时间。跳水下去的话，安全性的问题啊，你晚上你这样推广下去的是要有人呢，晚上就跳水，还是无预警的就跳水，那是很危险的。啊，有的地方是非常的浅，差不多有时候退潮的时候，差不多不到一百公分。啊，就说现在烂泥巴里面你是爬不起来的。因为伫咧爱护活动团体部分必须要提出申请计划书，而且爱请救生员，个人嘛爱提交计划书，且或简化复杂的申请程序。啊，不过民众那像有疑虑，因为爱护有12公里长，24小时开放，刷干了早起6点到下午6点，12小时配置一个至3个救生员甲保全来巡逻，除了有安全疑虑，嘛烦恼追及状况。我们是把向海致敬的精神延伸到我们的爱河，所以我们是黄河渔民。那黄河渔民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是不限时段，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付费的一个精神，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有民众呢，可以亲近爱河。观光局回应讲，为了民众安全，会要求贡多拉爱基准。爱基准顶顶的动力船只，必须按钮无动力的船，啊，有深水的民众，了后买些经过的漂移，甲水质监测警示，提醒民众注意家己的安全，希望提供予市民甲游客一个深水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婚姻观倒落，一个民众轿车停伫咧家己徛街外口，结果近来两月日，却连续接到10张违规停车的红单。原来停了离门卡口一支消防栓伤过挖近，才去予人检举。啊，另外警方也强调讲，这台车的车身停了后影超过路边的白线，违规的罚款确实袂当无开。不料一名李姓民众
将车停在家己厝门口，但近期却连续被人检举违规，因为这间消防栓设置在因厝门口边啊，只要将车停在遮，就被人检举。两个月来已经接到十张罚单，伊希望会当将消防栓来刷走。既然这个是交通违规，是属于事实，那我们该缴的部分我们就去缴。我们承认自己违规哈，但是我是希望这一支单位部分可以帮忙协调这支消防栓的问题，因为它挡在我们家门口，在我自己车辆出入，有时候不小心会去擦撞到。对此，道路分局表示，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离消防栓还是消防车出入口五公尺内，都未当临时停车。警方也强调，这名绿色民众除了停车离消防栓上近外，车身超出路边的白线，也属于违规停车。建议民众另外找空地还是停车场来停车。不管是车道线或者路面标线哦，你停车要在完整在白线里面哦。而且他我看他那个路这样子，那个路幅很小哦。所以那个车子根本停不进去啊，所以他那个违规停车是没问题的。一般我们会设置在公有地，然后靠近电线杆的一个位置，这样避免影响民众的一个出入。那如果民众觉得有妨碍他的出入，有向自来水公司或消防局申请的话，我们会依规定到现场进行会勘。文林关消防局表示，目前已经接到这名绿色民众申请，将在26号会同自来水公司人员到场会勘。那消防栓设置的地点，这种面地还是妨碍交通，将由自来水公司出经费来迁移。当然，无影响交通要迁移，都需要民众自费来办理。吉祥为你报道。我来讲，屏东县的枋寮只有一搭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方的要塞地石头营。公元2005年由国防部移交予县政府管辖了后，这站才开始咧进行太阳能光电板的工程。早起地方一挂民众和关心历史的人士，嘛去到行政院抗议屏东县府和负责施工的友达光电已经破坏到这片文化资产了。日军遗留下来的军事坑道里面，那边有居住的黄金蝙蝠等一级保育类的动物，除了有历史文化资产之外，它生态也非常的独特。对，如果真的光电厂商进驻的话，不止破坏了文化资产，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也破坏当地的树林，这些整个山都被挖秃了。历史的工作者指出，讲枋寮二次世界大战这片石头营是全台湾保存了上界完整，当时日本军方的要塞地，真有可能申请作世界文化遗址的价值。指控屏东县文化局拢无积极争取文化资产的保护，证人也妄讲唔通让光电厂要起太阳能板来破坏文化遗产。另外，在地居民也质疑讲开发案闪避环保审查。陪同抗议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昭华嘛强调讲，会要求经济部能源局停止工程施工，连烧线过来会联系相关的单位开始召开环境的评估。同款屏东县来讲，嘉东则是全台湾唯一一搭瓦海的客家庄头，尤其这嘛保存真侪古早建筑，人讲是瓦的博物馆。但地方的机关已经积极咧推动观光，要吸引游客来这体会客家庄头日常生活的特色。屏东嘉东保存在地古迹，甲庄头内侪侪古迹串联做伙，成做嘉东古迹主乐馆，互讲做是我的博物馆。唔闹完整的客家建筑，佮有日常生活体验，亲像水沙。今年新开放水沙场，予游客体验水沙裤、搭水果，成做个嘉东才有的观光景点。这个市场恢复之后呢，整个景象打造配合我们嘉东目前活的博物馆。包括有杨氏宗祠、西栅门、张家商楼、萧屋、步月楼，还有进志亭、重建的杨家祖堂，这几个那么密集的五个古迹跟历史建筑，还有三合院的祖堂、四合院祖堂，这个宅地、那我相信、不但会吸引、我们台湾各地的游客，连国外的这些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对我们台湾观光是非常有大的帮助。在地乡亲积极保存，增加我的博物馆的收藏特色，佮增加游客佮古迹的活动，带动在地观光发展。在整个从以前留下来，也就是先人留下来的古迹跟历史的场域，它都是一个历史古迹的聚落群，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的盘点，我们把周边的整个文化廊道、历史廊道、观光廊道把它串起来。
加丹国际俱乐部除了吸引游客游赏，阁有外国艺术家主动指接要来客家庄，也让加丹的名声更加透，成为屏东的重要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云林县原种者一片瞩目社区，即阵仔咧开课教顶辈时代学弄泰国，经过鼓声训练老大人的反应，也通培养团体合作的精神，啊嘛会当甲退化的时间拖了较慢，即个高龄的时代就通活了愈健康愈勇敢。老师带时代斗阵揉筋骨，因为虾米特别开始巩固了。来这拍鼓足快乐个，因为阮也着今仔日拍鼓，我拢足早来。啊，来拍鼓运动，啊，心情足好个。讲鼓唔那需要体力，也着爱认真听，节奏才有法度对着顶。这时代甲讲鼓当作运动，伫咧森林芝麻社区下泰鼓课，让时代会当拉叮当身体，也兼顾健康。唔来当防止因个身体机能退化，也会当让因有机会甲厝边头尾拿盘暖。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到社区跟长辈一起活动打太鼓，看到长辈打太鼓很有活力，打太鼓、打击太鼓会让情绪变得更有自信。那结合力与美的全身运动，击出震撼人心的鼓声，配合音乐的太鼓打击，不但可以训练节奏感和左右手的平衡感。在咧讲古的过程，也训练时代脑筋反应。另外一方面，也让因在咧轻快的鼓声中，生了不了欢喜。引进太鼓是因为我希望，就是我们的长辈都能够把身体的节奏打开来，然后有的节奏之后，他们的生活也比较能够照正常的速度、正常的节奏在走。那我觉得说，就是节奏是很生活、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音乐，生活才会美好。用这太鼓吼，咱老岁人吼，咱时代会当预防吼，失能。那讲过那佚佗，在时代也当家，找到生活中无同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联合国所公布《儿童权利公约》，都已经满30年。啊，国家人权博物馆啊，开始训练幼囡啊，家己来规划展览，把人权的观念设计做较简单、通俗的内容。另外，博物馆这边也要带动众人来思考，武汉肺炎传染症影响的情形下，幼囡啊受教育和生存的管理问题。这边是石虎区，然后它代表是受保护权，受保护权代表是儿童有权利受到保护，远离毒品。用这个物证的就好，比如囡仔的受保护权，讲出疫情继续增加，儿童权可能受到多一挂损害。囡仔也用海底、北极熊，也够有鸟咪，比如儿童的教育、生存和参与权，佮介伊画伫个展览的海报顶头。这张海报是以我以前打的草稿为基础设计成这样，是因为其他组都是这样直接这样子横的切，我就想说我想要换个方法。那这些展览都是写给囡仔看的，所以想讲可能伊看这个较简单的了解基本的权利，还是写讲啥物安尼。去年是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国家人权博物馆对去年到达小煞两档，邀请囡仔兄、囡仔姐以人权做主题规划展览。政治受难者张竹洲、陈清生，还有受难者的四岁拿文玉，也专工来听囡仔的想法。家的父母吼，拢有这个意识啊，所以这实在是咱台湾一个真好的、诶进步的诶迄个氛围。将来他对人啊，或是对家庭，或对社会啊，他都会有一种，这个社会也是他自己做主。是对因的心胸，看到后盖咱的社会有搁较侪五毛一下。无同世代对儿童人权的主张和定义有相差，不如高前辈拢真欢喜看到即卖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对人权有知觉，会当主张家己的想法，也望因继续伫咧自由的社会不易大汉。记者闽晋张有水台北报道。
再来讲铁路局电气化上尾一集，屏东县枋寮到台东基本已经将近要完工，按算十二月二三就通通车，尤其到明年正月初三，阁有半票的犹太。拄好过年岸边歌手张惠妹倒转来台东的演唱会也要举办，时到按算的约四万到六万人入来到馆内。南回铁路电气化通车，这个月初一，一只普悠玛的列车起驶。把宽道铁路电气化上尾一段路串联起来，代替二哥宣布，十二月二三正式通车了后，到明年一月初三会提供十二天指定往回台东高雄二十外班车，包括区间车，还有对号的列车，半个犹太方案，要来吸引游客跟台东的民众来体验。这个列次不管定哪一个区段，都是可以享有五折的优惠票价，因为我们是希望可以带动旅客搭乘这个列车。台铁也宣布明年一月初一全线的加班车，拢总有121班对号的列车，其中包括南回线的16班车。元旦的加班车在12月31号到明年的1月4号，这段期间的车票是我们预计在12月3号的临时来开放订票。因为明年一月初一，金曲歌手张惠妹要登去台东市海滨公园开下年的演唱会。原本岸上会有4万至6万人一直来台东，现在还有台铁加班车，还有南回犹太方案，可能会有更多人来。台东县政府已经规划下年的活动，三条班车的路线，还有60台游览车疏运的方案，而且开放15个停车场，可以停3000多台汽车，还有7000多架奥托拜。那天也会在会场四口里管制车辆的出入，不过管护好有游客还有民众尽量是走路去会场。马恒恒也是我们接驳一个最重要的路线，从火车站一直到会场，那南回过来我们会停在林海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走路的方式，因为其实从市区转运站走到我们的会场，其实距离差不多20分钟。另外，管护也规划计停车为航空站跟火车头去会场的路线，会当载人客的地点，也欢迎游客多多利用。也若管护也要求计停车的业者爱照跳表来收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民众出国旅游，若去到古迹的地区，往往会当看到，唔呐，古迹本身有保存，连四边的街路也配合建设，甲真有古早味。近来文化部就指定台南市的各地古迹五回庙，当作全国头一大古迹保存的地区。台南市的各地古迹五回庙，虽然徛在市区闹热的所在，算是真恬静，清幽的环境吸引济济民众伫遮徛街做生意。近来文化部文资局要甲遮设置是全台头一大古迹保存区，未来会打造完整的古迹区。不过附近的徛街若要改建，可能就要配合古迹的风格。比较，例如说，它旁边的围墙其实不是古迹的原本建筑，可以像我们旁边的台南大学一样，把围墙打掉，然后整体看去就是绿地呀、又有古迹，整个美化社区，我觉得会对我们的帮助美化更好。那这样子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比较淳朴的感觉。所以说，如果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古迹，基本上目前我听到的那些限制的话，不会有特别的影响。但除非说它有特别可能太奇怪的限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就后续的限制再来做讨论。台南市文资处表示，过去国内规划古迹的范围，多数是古迹本体和四边小小的范围，所以常常出现古迹和边啊建筑无下水的状况。坐标做到环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所以是以这个为一个示范点。那其实以台南市来说，在旧城区其实它古迹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就划设敏感区来说，可能不同古迹之间会有一些重叠的状况，所以在目前我们也考量是说在。旧城区是用个比较多古迹复合式的方式一起来共同的定。台北的各地古迹、北门、四边保存计划也当在讨论。台南地区阁有赤坎楼、四点五庙、大天后宫，未来可能增加阁较侪奖励措施，让民众更加愿意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一出日本所拍的电影《完全契约》第九集，事实有98%的景拢是伫咧嘉义大南的历史建筑万国戏台内底翕的。啊，日本的电影公司即月日二三暗时啊，特别先来戏台举办《完全契约》第九集的放送会，感谢台湾。也未到电影放送的时间，想要看电影的民众拢挤伫咧戏院门口，想要入来。这出电影为1999年就放上第一集，即马翕到第九集，而且搁伫大拿历史建筑来翕。为了感谢嘉义在地合作，27才要伫日本放上的电影，23号暗时就先来嘉义放予大家看。不管是大
食，也是你的迄种的背景遐物件，我拢来帮伊处理安尼，吼，所以较有这个机会，吼，来甲咱大拿这，吼，所以等于看过了后吼，有剧本，吼，等迄种的疫情过了后，因都会甲咱超时间，会来咱这翕。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来到台湾的日本导演，透过网络甲来看电影的民众说多些，伊嘛透过翻译表示。台湾的宗教和地方的文化，让他有真切的体验，也真感谢有这间戏院会完成这出电影。像痴人一样的，就是很痴情的人哦，为地方哦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戏院，不然我相信没有办法吸引电影公司来。希望到嘉义来拍摄的人，透过网路就可以可能找到这个感觉哈。那未来实际上很多的电影的协助，我们也都会去做相关的处理。那包括有一些微薄的预算。那我们可以做相关的一些补助。嘉义县政府表示，有愈来愈多影视作品来到嘉义县取景，县内嘛已经整理300多个通翕电影、电视的场所资料，放伫咧网络顶面，提供予有需要的单位。希望因透过影视的作品，予搁较侪人会当来入北嘉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原来讲高雄地台湾艺剧团近来伫咧中影古城公演《周公拄着城隍爷》即出戏出。戏文内底也有中国河南省的话语甲台湾话对答，讲起来这也是豫剧一款本土化的表现啦。风吹时，古城多好百姓，如今市民都爱守护古城啊！好好啊好！左营的古城头前，古早时代洪山官府的周王爷，甲左营城隍爷同台表演。新红唱歌戏，周王爷唱的是豫剧。其实这是台湾豫剧团为着周王爷古城东门通水特别编的戏出，两个人用河南语佮台语对唱，听起来袂小卡，煞真哈，河南感觉真神奇。高雄有贡献的一位仙人，跟我们在地的这个神明，而两个人因为这个饮水也是一件大事嘛，原本就有曹公的这个剧本，就拿出了一小段，那再配合了，我就稍微编写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唱词。演成红唱歌戏的是豫剧红袖王海林的查某囝刘建华，伊捌伫杨丽花歌戏团学习，即马是豫剧团的小生。伊讲豫剧甲歌戏声段差不多同款，唔过唱调差真济。我跟廖琼芝老师，然后跟杨丽花杨阿姨都有学习过这个歌子戏哈，那也是我很喜爱的一个剧种。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想说，在台湾这样子一个多元的、自由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这个氛围里面呢，自然我们在舞台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歌子戏，也有豫剧，甚至有黄梅调啊，有京剧，可以共同一起来演出。台湾舞剧团已经有67年的历史，唔呐已经本土化，特当拢会甲其他剧团合作。互相交流，因坚持传统冇创新，豆豆发展出台湾特色的在地文化。记者陈家军、赖维泽高雄报道。我来讲，近来20多冬，台湾开始有咧辅导读册读到半中途休学的囡仔，会当先换入去读中途班，望讲有人陪伴因走过青春的路途。夜晚10点，公司台去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特别来探讨一挂休学生的心境甲过程。2002年成立的信用学院是中华第一个合作社中途班，伫遮个拢是不断学、搁当来读册的学生。I can fly。中辍这个字，这件事情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是会带来很大的羞愧跟挫折的。我们这边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能量、知识、专业去帮助孩子说，中辍不是你的错，因为你已经选择回来复学。
因有的是家庭失功能，有的是经济困难，也有的是无法度适应学校生活，父母常常无闲通照顾关心囡仔。根据国教署的统计，最近五年来各中小断学率从0.20%，逐年降到0.18%。不过因为刑法规定，无到14岁无得做罪犯，有心人嘛有可能用这点使弄青少年犯罪。错，跟上过来。这个过程伊也无伫咱这个学校甲家庭之间吼。有可能会去一寡犯罪吼，也是犯罪边缘的人吼，带伊带去，或者去吸毒，也是去做车手。也提醒我，尤其当主席，2005年成立的玉峰剧团，伟成、伟志甲叶顺三位创办人，过去嘛拢是人所讲的问题学生，今嘛应用戏剧教育，为各关怀青少年创作舞台，嘛为因打造一个暂时通遮风避雨的厝。因为我感觉讲，迄少年中心啊、学校啊，啊，搁有政府啊，暗时拢嘛是咧休困。啊，若是这囡仔暗时出代志的时阵，要安怎？替这代我共同打拼，拢是希望有愈侪人的理解甲包容，都通甲这囡仔牵转来咱身边。记者卢尚如、林建筑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半波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24度到31度；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24度到30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8度；金马、澎湖，20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一波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咱做头家咧，带员工的时，爱定甲因肯定、娱乐，互因有信心。后生，你真够天地呢。今仔日咱们讲的词就是娱乐，娱乐汉字写作娱乐，罗马字写作娱。乐二乐，二第一条，乐第二条。娱乐就是称赞、褒的意思。甲娱乐较外移的词有褒奢，褒奢就是用正面肯定的言语甲人娱乐。头家，今仔日穿甲足缘投哦。多谢你的褒奢啦。甲娱乐得病的意思有口舌、屁事，比如讲，有个人讲话足爱甲人口舌，互人听着足无爽快。阮学生就袂安尼，伊上高讲话，讲话上实在，上得人听，对无？屁事有批评、看人无的意思，像我细汉定互阮老爸屁事教无一块好。心内真艰苦，即马娃娃做人时大，就会尽量甲囡仔鼓励，莫甲因屁想。台语内底要甲人娱乐的意思有真多，上常讲的是敖，用来娱乐人有本事；强是臃肿、厉害的意思。顶真是咧讲人做代志认真、袂凊彩；耳烂是讲人做代志专心。
认真以外，搁坚持到底的精神。搁有一款咧甲人保，毋过搁淡薄啊咧甲人亏的回忆。像乌三的最近考到研究所，真正是唔正高，搁正高哦。人拢爱人甲咱娱乐，咱讲这叫做食饱。所以俗语讲，性命无保，食水就无。意思是讲，性命先，若未晓甲人客娱乐，就无人会来予伊性命。安尼，伊连趁通食水的钱拢无。这就是劝人爱加讲好话。留娱乐，保守，口舌，屁相，顶真。你哪唔正高，搁正高，性命无保，食水都无。大家拢做你哪咧学台语，咱个家己拍破啊，学落去。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